啊，这个没有啊，其实真的没有。最近我在拍戏，也没有什么时间。对对，没有啊。这个没有，就是我刚刚在这个怎么说，在这个店，这个地产的店走过，就这样子，他们就拍了照片，就说我们在看这个什么地方去结婚什么什么，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。